审视大概一分钟。神奇麦迪士们大家好，我是莎莎直播。我最近做直播的时候嘛，看到了好多乌鸦坐飞机这个弹幕，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梗。什么梗？就是那个有个叫《成龙历险记》的一个动画，以前、然后里面有个叫阿福的角色，他每次在攻击别人的时候，都要喊出他自己招式的名字。我三个大麦那种。对，他是技能的名字，但是技能的名字乌鸦坐飞机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那个视频。记住，螳螂拳、蛇形步、莲花飘、蝎子掌，还有弗拉明戈舞步、飞天锤、猫落地、熊掌出击、猫抖水、猫转身、飞鹤扑下、二龙戏珠、星星折枝、兔子拳、龙的踢腿、龙下爪、眼镜蛇、牡蛎壳、乌鸦坐飞机。我在哪？起跳，山，羊，爬山，蜘蛛吃苍蝇，蜘蛛吃耳屎。啊，这招是不是叫小猪去市场？阿福又学会了一个新招。阿福揍扁了成龙。那我们多自然一点好了，我们干什么嘛，放一下日语对吗？放一下日语，我来配音。好好，那一緒にちょっと女子と一緒に翻訳します。俺は黒虎のアーフだ。死ぬ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んだろうな。カマキリケン、カラのヘビステップ、カバヨレンゲ、鳥の小生、フラミンゴステップ、フライハンマー、猫着陸、ベアハンド出撃、猫水ブルブル、猫振り返る、飛びずるのエビ捕食、恐竜玉遊び、ジョンゴーボーイの枝折り、ウサギ剣、ロバー足キック、ザリガニクロ、コブラ、カキの貝殻、カラスが飛行機に乗る、ゾウの足キック、トラが羊を憎き殺す、迫力のライトニングアイ、青魚の決勝点、ゾウ飛車ネズミ踏む、モグラのイタチ投げ、サメが魚を食らう、魔王が月を昇る、流星壊滅、竜巻が駐車場を壊す、スーパーノヴァの燃焼、足払い、虎殴り、ダブル風耳貫き、中爪の技、雲がハエを食らう、雲が耳くそを食らう、うん、この間まさかジョンちゃんが一番に行くと言うの？アフ、また新しい技を覚えたな。アフがジャッキーチェンをボコボコにしたよ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厉害？不是我厉害，这个动漫才是厉害啊！好，那今天的日语是这个。雲が耳くそを食らう。雲が耳くそを食らう。雲が耳くそを食らう。龍が我が敵を食らう。好，那今天就播到微博，还有这个频道，那下次见，拜拜。なんで竜巻が駐車場壊す？いや、わかるけど。乌鸦坐飞机。有毒。山羊爬山。谢谢收看莎莎直播的视频，如果你喜欢就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还有希望在 SNS 上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。